大成王朝末年，哀帝长孙明德昏聩无道，尽佞臣而远君子，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各地州府一齐贫聚。闽海侯宁世征为救黎民于水火。 在闽海将军长远等人的拥戴下，励精戍廼，最终推翻大成统治，建立天圣王朝。大成王朝就此殒灭。杀！而后不久，天圣帝派遣长子宁川及六子宁毅追剿大成暗卫血浮屠残部及襁褓之中的哀帝九子。那一夜。 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人知晓。但宁川凭借射杀哀帝九子之功，位居天圣太子之位，宁毅嘛，却是另一番命运。叶儿，五妃，来呀，五妃，你在哪儿呀？ 都是因为你而死的，你不配拥有这么安逸的生活。天圣十八年，燕州瘟疫临近州府闽海州闽国公下令封锁关隘，许出不许进。瘟疫随流民蔓延至帝京附近，天圣帝宁世征急迫地想要寻求解决之法。传旨，自即日起，增设五朝，往众臣勤勉，与朕一心，解决瘟疫。遵旨。 西城修平坊一带是此次疫情控制最好的地区，那位爱卿知道原委啊？陛下，修平坊一带是由楚王宁毅出资，老臣着人在那里筹建了碑田病房，及时隔离了病疫，同时呢，又大量的焚熏艾草，防止疫情蔓延。宁毅，他哪里得来这些钱财？ 做到了这样大的手笔，陛下有所不知，楚王自从进了宗正寺，一直沿袭蜀锦织造，这次他就将多年织造的蜀锦全部捐出，老臣就是用这笔财力筹建的病房。蜀锦？哎呀，难怪这么大的手笔，寸金寸金呐！陛下，臣以为此举不妥。 虽可救民于水火，但堂堂皇子织造蜀锦，
难免会落人笑柄，朕命尔等即刻拟旨，以大赦之法，平息灾乱。陛下爱民如子，慈悲之心必将感召天地。陛下圣明，国策永绵。 您已经废了，现在就是个绣工。二王兄说的对呀，若仅为此事，太子殿下将我们连夜招来磋商，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宁毅身为一个囚徒，被囚于宗正寺多年，仅靠着织布绣花就可以为父皇分忧，哎，你我这等受父皇器重的皇子，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 我就是织布卖钱嘛，夫人操持的名声，说出来都觉得丢人。臣弟我可做不出这种女儿家家的事情。宁言，哎，武帝，怎么跟王兄说话呢？还不快谢罪！不过王兄，武帝之言虽不入耳，但也有其道理。这个宁毅自18岁进了宗正寺。 已经与朝堂断了联系，朕满朝文武，别说依附于他，就连见过他的能有几个呀？啊，孤绝之人，无权无势，他还能做点什么？除了绣花和织布，哪像太子殿下您呢？现在可是如日中天，还有闵国公鼎力扶持着，何必在这个废子身上多劳心呢？就是啊，他母妃早亡。 殿下，楚王来了，说要面圣谢恩。嗯，谢恩。父皇，父皇。 父皇，儿臣来请安了。玄吗？是。儿臣惶恐。 真没想到还能出来，所以晚饭的时候就喝了点酒。父皇，今日不宜面圣，我明日再向父皇请安。儿臣告退了。
楚王，他喝醉了，正好似听到黑夜中私语，好像微风初起，许多人都充耳不闻，却预示着。 预示着暴风雨将要来临。毕竟大家都是兄弟，那宁毅如果出来肯本本分分的做一个闲散王爷，那姑也不愿意逼人太甚。五弟，看看大王兄，不愧是太子殿下，真有帝王之德。但愿那个宁毅能够明了殿下的一片苦心，能与臣弟一样，尽力辅佐太子殿下，保我天圣千秋万代。 那是当然，臣弟跟二王兄一样，愿为太子殿下身先士卒，肝脑涂地。燕州、明州，都是山清水秀、富饶之地。待孤登上大宝之后，一定让弟弟们回到封地，安享太平盛世。 臣弟恭谢太子殿下。好了好了，免礼了啊。时辰不早了，二位弟弟还是先回府歇息吧啊。行了，都下去吧。臣弟先行告退了。慢走。太子殿下，您似乎还忘了什么事儿？哦，五弟稍留片刻。 姑要与你商量督办修渠一事，臣弟告退。太子哥哥，这事儿哪里还需要您再次提醒啊？臣弟一下朝就着手去筹备，您放心，跟以前一样，这户部的拨款。 我已经安排了，安排好，把户部下拨的每一枚通宝，姑都要看它成为修渠的一瓦一粒。殿下的意思是，五弟你怎如此愚钝？审时度势四字你可认得？臣弟明白了，臣弟照您说的做就是。殿下。 若没有其他另据的话，那臣弟先行告退了。太子殿下这么做，可为了赵王您考虑的呀。为了本王？赵王难道都忘了，当年楚王获罪入宗正寺，赵王可是首功啊。现在，人家可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来了。臣若是赵王，恐怕今夜。 难以入眠了。陛下，臣前几日前往永泰坊调查善款使用情况，屡屡遭到百姓拦路，高呼皇恩浩大，细查之后方才明了。 原来是赵王在督办修渠之时，看到南城百姓受疫情所迫，生活困顿，于是赵王便代表陛下，向百姓们发放了粮食和草药。赵王真乃宅心仁厚，是我们重臣之表率也。哪里哪里，葛侍郎过誉了。不枉，要说臣之表率，自然非。 太子殿下莫属，此事本就是太子殿下带领众臣为安抚黎民尽各自微薄之力，并不予以此邀功。太子殿下御下有方，太子堪称尧舜之德，是我天生之福分呐！我是动物，我是动物，我等之楷模。好啊，宁可是是是。宁毅呢？ 怎么不见楚王上朝？回禀陛下，
楚王殿下自觉是罪臣，吾赵不宜上殿面见圣上，此刻正在成明殿外候着呢。孺子可教也。宣。是。宣楚王宁毅觐见。宣楚王宁毅觐见。 殿下，殿下，昨晚您不是说要谢恩的吗？楚王是在宗正寺待得太久，连宫规都忘了吧？无礼，荒唐！六弟不会真在宗正寺染上什么怪疾了吧？父皇，不如让六弟先下朝阁歇息，传太医过来给看看。 六弟，你身体没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舒服吗？太子哥哥，真的是兄弟情深，降煞臣弟了，惶恐，罪臣罪不可恕，不敢，也不配在成明殿上。 在父皇面前妄言。成明殿，右通广内，左达成明，济极焚典，义聚群英。成明殿上能战之人，俱是天下文武英才。 成明殿上能说的话，俱是关乎江山社稷、天下安危，不是给尔等上吹下捧、一唱一和、歌功颂德之地。从今以后，成明殿上妄言者，论罪当诛。楚王宁毅，朕已赦你无罪，你自当明白。 不可再以罪臣自居。儿臣明白。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谢父皇。楚王此次捐锦赈灾有功。 朕要好好嘉奖，说吧，想要何等恩赏？父皇，宗正寺有个狱卒叫霍老三，可以赏给儿臣吗？狱卒？霍老三织得一手好蜀锦，当狱卒真的是太可惜了。好。 楚王这是有功不邀赏。好，楚王如今既已回朝，还需慢慢理解朝堂之事。朕思量，莫不如先去清明书院，跟随心爱卿，为朕选拔能才吧。启禀陛下，臣以为不妥，选拔人才乃朝之大事。 莫说是楚王，辅出宗正寺，对我朝吏治是一无所知。即使是自成明殿设立之日，一直站在这里的老臣，
也不敢在新院首选拔人才的事情上擅自智慧。常都督所言极是，启请陛下收回成命。提请陛下三思。提请陛下三思。秦子言，嗯，你说。啊。清明书院教圣贤书，手文武艺，最讲究的不过还是两个字：忠、孝。陛下立国之时，曾颁令天下，皇子无诏不得私自离京，更不得与驻军将领暗通款曲。八年前，楚王曾罔顾宵禁之令，擅自离京，更与京郊虎威营指挥使袁冲私会，后又与带兵回京，意图不明。楚王身为臣子，罔顾天子圣令，视为不忠。楚王身为皇子，罔顾陛下亲谕，视为不孝。似这种不忠不孝之人，清明书院不敢容耳。父皇，儿臣只想下半生知蜀锦为生，还请父皇成全。这个宁毅，你以为八年大牢就能磨软他的性子？哼，他就是一根钉子，放在哪里都能扎出血来。朕只是怕放不好，倒扎了朕的手。陛下乃天纵之才，小小楚王怎么敢呢？只是陛下跟这根钉子的关系有点特殊，万一扎狠了，有人要连根拔了这根钉子。啊，他是朕的皇子，你倒是跟朕说说，当今天下谁敢连根拔这颗钉子？谁敢对朕的皇子不利？没人敢。老奴胡说八道呢？你不敢说，朕替你说。当今这天下是姓了宁，可这成名殿都快姓常了。常还仗着自己是太子的舅舅，有什么事他不敢的？朕已经想好了护宁毅的周全法子。陛下的意思是？邱家。邱家，这邱都督是以常都督马首是瞻呢？那是因为邱尚奇缺一个皇子，现在朕就送他一个。皇命受天，昼后而存。楚王宁毅性温有礼，行孝有加，文武并重。亲军都督邱尚奇之女邱玉洛，少儿婉顺，品貌端庄，秀外慧中。今帝赐恩，令成眷属以言国祚，特赐婚于楚王，则即日大婚。恭喜楚王，贺喜楚王。哎呦，新院首，您也在啊？哎，哈哈，陪夫人买绸布。哎，巧了巧了巧了。夫人呐，这太子每月都送给我们各地进贡的绸布，随你挑来随你选，为何非要到这个鄙陋之地
这宫中之物岂是民间凡物能比？你懂什么？现如今这天圣众臣家的夫人跟小姐，哪一个不得有一件半件楚王亲手织的蜀锦？我这不是跟你正面子吗？我可打听好了啊，只有这家绸布庄还剩几匹蜀锦。 丁家哥哥，把你家的蜀锦全拿出来，大花我今天全要了。好的，夫人。贵为一名皇子，给妇人织布裁衣，不失体统吗？给妇人织布裁衣就有失体统，可我看你给妇人画眉，倒是挺带劲呐。 普天之下，我只给夫人大花画眉，看别人不带劲。夫人，我这眉画的如何呀？远看一代远山，近看一刀卧蚕，当然还是夫人自己天生丽质。哪儿这个布料？但店家给你量身定做一件红拂心装。为何拂心装呢？配你这帽子。 那就听夫人的，抬手。 殿下该不会真的要为臣做套衣服吧？要不然呢？五日之后，还要请你亲自来试衣服。<笑>好啊，殿下和邱家小姐结亲之日，我一定穿上由殿下亲手缝制的这套衣服去讨杯喜酒吃。 婚结不得。哎，这个亲啊，结不得。老爷，怎么结不得了？这玉落小娘子。 要是嫁给了皇子，那老爷跟陛下不就成亲家了吗？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你懂什么？这皇子和皇子可是大不一样，有的皇子你跟了他，过不了几年，那是皇后娘娘的命，满门荣耀；有的或许不出两年，就又进了宗正寺，做回阶下囚。 落得满门抄斩都说不定。啊啊，这么严重啊！先出去吧。陛下，这是逼着我们邱家反常家呀。 老爷，何出此言呀？楚王当年是怎么进的宗正寺？三皇子是怎么死的？我虽然不知真相，却揣摩出一二。有些人手上沾的血太多了，只怕那些冤魂找上门来。楚王就是当年常家斩草没有除根。 今天这个根又要冒芽了。殿下所忧虑的不无道理。邱尚奇那只老狐狸信不得。
可是陛下已经颁旨，要想推翻，得容臣想想。我们不用想办法，着急的应该是邱尚奇。谁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我这么一个朝不保夕的皇子嘞？如果我们邱家和楚王联姻，无论我们邱家今后做什么，常家万万都容不下了。常家在宫中根深蒂固啊！哼，陛下真是高看了我邱尚奇，给了我一个刚出囚牢的皇子，以为就能扳倒有太子做靠山的常家。那倒也是，如今太子和常氏对殿下是如临大敌，你回宫第一日，他们就招来了宁言宁生，共同商议如何对付你。你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能活过这个春天吧。用本王一条性命，偷了所有人下黄泉，也不是不可以啊。你为何如此着急下去见你三哥呢？宁毅，我和你初见之时，正是位于宁桥诀别之日。他将你托付于我的目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八年来，我与太子虚与委蛇，布下了如此的棋局，不单单是替宁桥报仇、洗刷他的冤屈，更是为了完成他的嘱托，辅佐你成为一代明君。明君。本朝最该成为明君之人，陈世婉的尘缘不得雪的三哥宁桥，他一身仁义，视百姓如子命，却落得个谋逆的污名，生生赔上性命。那些构陷他的人呢？依然高高在上，依然蝇营狗苟。若这天下不能扫清这等蛀虫，不能令天下仁义之辈自由地行走在阳光下，谈何明君？紫彦兄，又何来明君？恭喜老爷。哎呀，夫人，不要再开玩笑了呀！恭喜老爷今日又喜获一千金。什么？宣旨的内官。带走的庚帖是凤之威的。八年前，我没有为三哥带回来那一线生机，反而……哎，那不是你的错。八年了，我没有还他一个清白，为他报仇。我只是个无用的蠢人罢了。也罢，蠢人就应该做蠢事。那咱们就帮着他们，让有权的更有权了，让有势的更有势了。是，表面上看起来太子、二皇子、五皇子，哪个不是胸怀宏图为之？哪个又肯真正的伏低做小呢？他们三个人如今看上去是铁板一块，那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没来。如今陛下把你放出了宗正寺，尤其是昨日朝堂上的一番言语，让有心人觉得机会来了，太子之位已经动摇了。所以对于他们是不是机会不好说，紫彦兄，对于我们绝对是好的机会啊。对呀、啊，陛下来接殿下敲打常氏和太子，可是殿下你现在无权无势，一出宗正寺便成了众矢之的。我是担心他们联起手来加害于你，
所以如今陛下赐你与邱家成婚，倒不是为一条护你周全的妙计。所以我认为你倒不如顺水推舟，领旨谢恩。 志威啊，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去宗夫子的私塾读书了。你那么喜欢读，娘呢就求你舅父，让你在府里的女学读书，好不好？干嘛要花这冤枉钱啊？反正封号懒得读，正好我替他读。再说了，那个舅父一向看低娘，我可不想娘开口相求受委屈。 娘是怕你呀，一个女孩子家成天的往外跑，让外人知道了，恐怕坏了你女孩子家的名声。对了，宗先生在私塾有没有跟你说起过什么？阿娘，我这都在私塾混了好几年了，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起我读书了？ 你已经18岁了，哟，凤，小娘子好。五姨娘，你今儿吃错什么药了？不要乱说话，昧大昧小。哎，不，小娘子没有乱说话，我就是吃错药了。小娘子明察秋毫，天赋异禀，机智可爱。 别，五姨娘，您还是别夸我了。我宁愿您跟之前一样骂我，我反倒还舒服点儿。来，把东西放桌子上。五姨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都是送给小娘子的礼物啊。给我的。 是啊，五姨娘。是府里最近出了什么事吗？我听几个侍女说，今天有宫中的内侍官来过，是跟此事有关吧？姑太太，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姨娘，话不能乱说。对了，夫人有请二位，二位赶紧去吧。 阿娘，你说这能卖多少钱啊？女儿看着很是有些贵重的。还有这些，估摸着能换一个大宅院了吧？哎，哎呀，哎，这冒手冒脚的在干什么呀？好啊，好，对啊，阿娘，女儿明白。 您刚跟舅母说要再想想，其实呢都只是缓兵之计。咱们赶紧带着封号追大吉。说这天大地大的，阿娘，你想去哪儿啊？胡闹！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就待在这儿。阿娘，您不会当真考虑舅母的话吧？ 我不做，我不要做什么囚狱了，我也不要嫁进什么楚王府。不知轻重，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杀头的。黎明是舅父他们不知轻重。是，他们的这步棋走的确实有些惊险，不过有时候。
也的确只有秉性先招，才能破了这姜子的棋局。姜子的棋局，阿娘，我怎么听您这话，像是话里有话呢？阿娘，如今女儿已经年满18，您要是有什么心事，可以跟女儿说了。 情。